是谁啊？啊啊啊！袁三来找我，是不是文雅的绑架案有什么进展？涂先生有没有听过 Green Wall？ 听名字像是环保组织，你怀疑他们？那涂先生跟 Simon Chen 的关系怎么样 ？Simon， 他是个很专业的工程师，不过很可惜他死了。警察果然在调查隧道爆炸案，但是他没有证据，所以故意来试探我。之后打算怎么做 ？Dicky 的事准备好了吗？全部 ready。Dicky， 你想怎么样？我们还有些事没做完呢。我说了今天不太方便。不舒服，我也可以先收点利息。良心男朋友，我叫袁成杰，你好。Tina， 你好。你好。你来过？是啊，上个星期，想来突击检查。你老是来耕田，玩失踪，就来看看你是不是假耕田，真出轨。你不是说解决了？为什么又突然出现一个 U 盘？那个 U 盘可能是假的，是为了引我们露面。不管是真是假，我也看到它在我桌上。老大，数目对了。我要的东西呢？拿了快滚。警察别动。这个 U 盘里是人工岛的地质报告，原来 Trinity 他们发现了填海的沙有辐射。你的报告只能证明卢文诺是有杀人动机，证明不了他是主谋。卢先生，有传闻说 Trinity 三位老板持有辐射沙报告，还怀疑你们公司的 DQ Well 和那起隧道爆炸案有关，究竟是不是真的？卢先生回应一下。这件事警方已经正式开始调查，我们不方便评论。你也见识过梁希没那么简单。我怀疑梁希跟 DQ Well 都是杨俊雄的间谍。合理，不过 DQ Well 只是个棋子。袁 Sir， 好消息，我代表我当事人 Dicky Wong 向你们认罪。我现在有理由怀疑那件事是我干的，那条隧道是我炸的。